台湾歌手林宥嘉好快就荣升做爸爸啦。为咗可以之后有多啲时间陪老婆 ，Yoga 呢排都忙住完成手头上嘅工作。只不过佢话，就算几忙都好，翻到屋企都一定会做一样嘢。其实因为最近也真的就可能真的快要当爸爸了嘛，所以，其实我最近真的很忙碌啊，所以有时候真的会觉得说啊，好像真的就不够多时间啊，照顾家里，觉得有点愧疚。但是刚好我这三四天呢的工作都是可以待在家里完成的，所以除了等一下当然要拿一些童装回家以外，其实像这几天放假就在家煮那个然后小朋友的那种吃饭的椅子，然后我就组装啊，还有那些什么他的摇篮那些，然后自己装装觉得哇，有一种不同的感觉了。对啊，所以其实现在看到童装的确会比较注意一下，因为可能心境真的有一点不一样，注意的事情注意力有点不同。为了迎接 BB 出世， Yoga 都真的做足准备的。那不知道他又觉得自己将来会是一个怎样的爸爸呢？其实在看到本人以前好像都会觉得啊，我以后应该就会一个很随性的爸爸或什么，但是我听说很多爸爸都是在看到小朋友的那瞬间会觉得世界不一样，就是会慢妈妈好几拍这样子，所以等到他真的真的在你面前，对对对，我可能才会确定自己会是怎样的爸爸。对啊。Yoga 仲话好多谢太太丁文琪呢段时间嘅体谅，仲大赞太太带住个肚都帮手做家务，系最佳老婆咁话。